这里是可爱的鱼又又强，嘿，这里是万了爱的强，嘿，又欢迎收看我们的《拔刀剑》第三季，又，嘿，死亡如风，残棒无声，说对了没有？又，你终于接对了，又。好的，那个咱们上期家也是有了，那个怪物强化也是有了。虽然上期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一期，那个小强隐身被我无情的虐杀，M 次，宝宝心里痛，宝宝不想说话。事实证明，咱们虽然那个武器是已经那个挺不错的了，但是咱们的防御很脆的，一个普通的小僵尸两下就。一个普通的小僵尸两下就把咱们给撸死了，所以那个我跟宝宝强在线下去多挖了一些钻石，咱们先把钻石套型做出来吧。我啃OK， 我啃皮厚一些，也不要这些什么速度啊、跳跃提升啊、生命恢复啊，以及那个什么夜视效果。这玩意看着很硬，这还不如一套铁套的防御。对啊，我的天，给他翻家箱子吧，来吧，一套装等等。好像咱们做两套装备出来之后，这一组的钻石就不剩多少了。这样的吧，那还是得先把装备做出来，不想再被虐了。然后裤衩，咱们这期的话，那个继续升级那个命刃吧。命刃的话可以，咱们前面两期不是说把这个命刃升级成那个什么白刃？现在这个沙迪树荣耀值应该够了、啊，咱们之前不是刷好了没？沙迪树跟荣耀值是已经完全够了。可以捡钻石套了。直接有材料的话，就可以直接的那个做出来了。哎，我是不是多捡了你的东西啊？是的呢，还差一个大头盔大。这个带有颜色的裤衩是我好几个月没洗的，还给我。啊，这样的吗？那还给你。我得好好的珍藏起来。这是一条有味道、有颜色的裤衩子。有故事的裤衩了，几个月没洗。刚好身上有50级，先把咱们身上的装备先附个膜吧。走！哇，都没有速度加成，我感觉好习惯啊，一点速度加，一点都不习惯了。对啊，这我们附魔保护吧。我的天，我附个保护，附个金级就没，我的发，不是我等级就剩3级了，阿西玛，保护一来，不是你就选择保护一的吗？我得低调一点嘛。好了，你先附着，我看一下那个白刃是需要些什么材料。哎，看到了，这个高级附魔台是咋用的？就这样用的呀。我这放上去附魔怎么不成呢？这，按那个一键啊。哦，说卡。哇，真的。几级了？我现在只剩下3级了。哇，真的，这速度一慢下来，一点都不习惯了。贼不习惯的。哎，之前咱们做的那些药魂宝珠哪去了？哦，这个还得加一个荆棘一。咱们下界之星还有吗？下界之星，箱子上好像有存货吧？我如果没记错的话。哎，你记错了，一个都没有了。哎，那就扎身了，咱们又得去找这一个凋零人聊天了。来。来，一起地毯式的搜索一遍。OK， 那我在附魔了，我要把我一身装备都给附魔了。哎，这都是那个有那个 SA 技能的。哎，我全部附魔一的话，我现在这个38级只用了5级的经验。附魔一没什么卵用啊。这个就好过没有附魔。然后我先做两个药魂宝珠，然后咱们缺的东西有这个药魂碎片以及那个下界之心，钻石块。哦对，钻石还差2个。哇，这里有个钻石头盔啊！哇，厉害了！捡到一个钻石头盔，这里还有个钻石头盔。下界之心没有东西了。
好像地毯式搜索，然而并没有发现他有的夏季之星都是那个带了 SA 技能的。对啊，没什么用啊，我们能不能拿这个来换呢？换那个正常的。这个提议不错，反正都是夏季之星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拿这个有效果的跟他换，这个提议不错。等一下我看看，我看这能不能退魔先，应该是可以退魔的吧。哎，我身上为什么有一把虚无之刃？哎，退不了虚无之刃，你应该是捡到我的。哦，你应该是捡，我是哥哪来的一把虚无之刃呢？应该是捡到我的，你忘了吗？上期我的拔刀剑不知道被那个精英怪复制了多少把出来，只有3秒钟记忆的吧。你找回来没有？你那个虚无之刃找回来了，已经找回来了。那个 okay. 你 NEI 自带那个可以拿的那个效果，你就直接先借3个凋零骷髅的头吧。哦，借六个，然后再借灵魂杀应该有吧。好像没有，灵魂杀也没有的吗？反正灵魂杀可以去挖的啊。我看一下，等，我看着还需要什么东西来着，还需要什么东西来着？哦，煤炭块，我先把这几个，还有药魂宝珠的话，直接拿一把那个，这个刀应该可以。哎，不行，怎么啦？拿不了吗？那有毒了。怎么啦？等等，哇，这些全都我整不出来了，还是得你开创造。全都是断刀啊，这些家里面就没有一把正经的刀了吗？正经的刀全都是那边房子应该有吧。那些刀没用的，用不了的。全都是些断刀。那咱们不是给他修一会儿不就应该好了吗？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断的，也是断的。修的话要放那个药魂哦，不对，放那个铁针上面修。铁针是不是之前用着炸了？我记得不是炸了，重点不是铁针炸了，重点是你要修它的话需要经验。你有经验吗？我身上只有33级。你还有33级？那你去来吧。我修哪把？这夜叉，哇，夜叉也不行。修那个，拿一把大太刀去修。这里，大太刀，你给丢出来了吗？我也拿了一把。你直接过去修就行了。我直接先借6个凋零骷髅的头。OK， 咱们等下期开始的时候直接还就行了。对我。我看我拿一药魂碎片修，要用小的药魂碎片啊。OK， 钻石的话29118，借两颗。OK， 哇，我这修两次都没修好吗？断刀的话，基本上要修10次左右，才能修完整它。对啊，这是这么奢侈的吗？然后你修完之后来这边吧。Okay, 咱们的凋零房吗？对，就咱们之前打凋零这里。OK， 搞定，修好了，铁簪也爆了。放那个哦，你别过来了，你直接放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托盘，放托盘上面弄几个药魂碎片出来。药魂碎片我身上有啊。你身上有多少？要普通的，没有那个附魔效果的。19个，那就够了，直接过来吧。OK。9。这咋溜这么快的宝贝鱼？我不跑远一点啊、哦？哎、哦，你是摆错了？哦，世界和平了，我就说为什么没反应？我这丫头怎么这个上空还没出现一条血量呢 ？OK。刚好打完凋零之后，咱们先回新家睡上一觉。OK， 新家的床还没有咱们俩的味道呢。是的呢，咱还没在新家睡过。
冲啊！杀个滴滴！打死个！哇，这门口怎么这么多把断刀的没？十八滴！好。下界之心呢？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。哦，我还以为没爆，我天！我把这个带附魔效果的丢掉。来，继续。走。哎，这把闪环拿一下，闪环。OK， 拿走了。我要先开流，跑得慢一点。没关系，他那个蓄能有个五秒钟的时间。有。帅啊！十八滴！哇！就死了吗？对啊，三 S 评分直接几刀就两三四刀就把他哭死了。厉害了，我的门都我还没进去就被你撸死了。来把你身上那个药魂碎片给我。哎，等，这压的又一个人了，那旁边还有。不是你就，不，感情你要大碎片吗？大的呀，小的，你别告诉我没有大的。家里箱子里还有挺多的，我记得。要的我以为你要的是这个小的碎片呢。家里面箱子没有，我刚看过了。不应该的，我记得好像还有十多个的来着。你确定吗？确定啊、我反正不承认我瞎。这是碎的。难道是幻觉？幻觉，真的没有。16个。是不？我们假装是在路上捡到他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走，咱们先睡觉，不要在这些细节了，对不对？去新家睡觉喽。咱们这新家的光亮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对，应该是不会生怪物的，都这么亮。要关门。对，天哪，现在我都得跳着走，感觉好不习惯走的感觉。一点都不行的，一点都不习惯，好吧？你睡，等会儿啊，你睡了咱们小宝宝的床、啊。哎呀，现在还没有宝宝，哎呀妈呀，这妈呀，这什么鬼？不是，还在被禁锢起来的。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这是什么鬼睡一觉？不是，这床的位置咱们需要改一下。那这个玻璃我们现在先撸了吧。好了，来，再把头顶这个撸掉。哎，我出来了。哎，顶头的。OK， 出来了。走吧。呀了个咪的，这睡觉还被框里面了。走近路。合成台应该在。哎呦，有只蜘蛛。什么东西？我还以为你跳出来打我一下。带走他。合成台应该。哎，咱们家里面没有合成台的呗？应该啊，没有的话做一个呗。回去。那我做了一个宝宝鱼。放出来。那好，我先做两个钻石块，咱们所需的东西就是这些，然后两个煤块，我再看一下合成工序啊。带走。OGPK， 我要GPK 是什么鬼？妖魂宝珠还在那边烧呢。哇，那咋的？咱们还是得跑回去呢。对啊。脚，真的一点都不习惯，是速度放慢了。我的感情到时候咱们得这个整一些速度药水来喝了，应该够了吧？这白刃的话，看它的外观，这把刀都是全白的。这么酷炫，有没有写个名字？没有写名字，它就叫白刃。命刃升级白刃，还需要一个那个石英块，有石英块吗？哎，箱子里面有，有。我印象中咱们好像是有的。咚咚咚咚。然后这个命刃的话，它总共可以那个升级出四把刀吧？好像。这咋升级成四把？你把你的命刃。哦，它四种形态吗？没有，它分四种刀。
你把你的命刃丢给我啊。那地上。你要丢的离我菊花近点的地方，不然的话我菊花的吸力没这么强啊。好像还需要。吸不进去了这东西。好像还需要什么附魔效果。少了哪个步骤我看一下。需要咱们去附魔一波没？需要抢夺一，抢夺一，再给他附个抢夺一就行了。OK。抢夺一应该五六级吧，五六级可以附吧。你现在多少级，宝贝？我现在九级啊，刚打了两只凋零，给了一点经验。是需要什么呀，宝贝？抢夺一，六级附的。这所谓的白刃，不知道他那个 SA 技能有没有改变。哎，附上了，我这压的我是一直在点，怎么没反应呢？钻石块，然后这里是药魂宝珠，三个药魂碎片，加上一个下界之心。当当，来，把你的武器丢给我。那，你需要捡一捡。你看，我又没吸进来，有在旁边呢。哪呢？箱子旁边。脚，中间放刀，然后这里是我凭借我的记忆应该是行的。开玩笑，虽然说我的记忆只有七秒钟，但是这个合成工序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吧？哇，全白的。对啊，咱们把这把刀改名成护士宝吧，护士宝，或者是改名成白大夫。哇，他的 SA 技能是次元斩，次元斩，我用错了，次元斩就跟那个黑狐，哦不对，跟那个白狐的那个 SA 技能是一样的。是的，我这还是挺酷炫的。外观的话怎么说呢？感觉怪怪的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我也有这种感觉，我看放地上看，你感觉放地上的时候，它是一把全白的刀。对啊，拿在手上的话又带点银白了。截个图先，再把它丢出来。哇，这全白的效果真的。哈萨奇，真的名副其实啊！这把刀果然是叫白刃。我觉得可以改个名了，真的得给他改个名。改个名字叫白。叫白大夫或者是那个护士宝都行。我们一人取一个吧。怎么是时候该报仇了？要不要再去地牢啊？必须得去啊！我的天，钻石他都整出来，那不去报仇呢？你还有死亡标记点吗？好像没有了。你还有没？一个都没了。哎，没有关系，我有。来，现在是安全的吗？哇，怎么这么黑？现在是安全的了。怎么这么黑？因为我们摘了那一身这一个装备呢。来，咱们俩背靠背，背靠背来御敌。来吧，你人呢？哦，你在这边呢。我在你旁边。OK， 我看这边，我这边的好像不刷怪。我这边刷了一大堆，不过我还抵挡得住。漂亮。搞定。你就把经验给捡了呢，你这么一丢就经验。好。哇，这边刷了一大堆。我感情我这一边是不刷怪的呢。小心点啊！来吧，感觉这白刃的伤害好低啊。对，你有没有那种错觉啊？哎、不，这不是错觉，这本来就低。哇哇，等，我怎么又飞起来了？哇，好卡呀！哇，是真的有点卡，是怪刷的太多的原因吗？我都不知道我去哪里了，我的天！哇，三 S 评分的伤害还是挺不错的。好，我这现在都用不正经的刀了。怎么换个小调皮，换个地方吧，换个地方。哇，好卡！哇，咔！你后面跟了只小僵尸，哇，精怪，宝贝月，好，你等着，我马上过来支援你。我的妈呀，终于找到你了！等，我先上来，我在这里稳妥的。好，加油！你能的，宝贝月，加油！我正在支援你的道路上。我怎么看不到你来？你快来呀！我好烦呐，因为我隐身了。这样的吗？真的。
我的天，这怎么这么不信？这金银怪100多点血啊！哎呦我天，我这里也有只金银怪砸身了，132点血。哇，等等等，我就没经验了，保不晕你呢。哎，等会他好像抢了我的刀，我刀哪去了？我天，你还放蜘蛛网呢你？这金银怪是会放蜘蛛网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请东西，不大哥，能不能先让我休息一会儿，吃个东西也不行啊？中场断一断。我的天，你还天降正义的？来吧！不行，我得找个安全地。来，小调皮蛋蛋们，怎么啦？哇，这蜘蛛网放的我根本就打不到他们人。肯定啊，你要先把蜘蛛网给撸掉啊！来，我天，我是忍不了了，下来干吧！哇，我身上刷，我身上那个修刀的经验都没有了。我也没有了，我现在零级了，哇，好多怪物！加油！你农村的，你人呢，宝宝远？你下去了没？我就在你旁边啊！哇，小调皮！你没发现，在你旁边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帮着你一起御敌吗？是这一期是我看不到你了没？对啊，我就在你旁边啊！我现在只瞅着到我自个呢。那你可能是跟我上期一模一样。等等，我的武器断了。不是断了，没经验修了。咱们这样，你看我背后，帅不帅？啥东西都没有啊！我把这把白刃背起来了，你把白刃放第一个，然后空手。是啊，我也是放第一个。有，哎，我也背起来了没？对啊。瞅不着，我的天！你瞅不着吗？我这边看的、啊、看的一清二楚啊，哎，瞅着了，你身后背那把我没看到，我自个背的，我发现了，应该只能看到自己的，可能是的呢。来吧，咱们先结束这一期吧，等线下的时候、okay. 咱们多去那个弄点经验，然后再去报仇雪恨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喜欢我们的视频一定要订阅我们哟。好嘞，如果小伙伴们有啥好的建议或者是想法呢，也是可以评论在视频下方的，咱们就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。